它是一首现代流行古典的一首曲子，因为大家在听的时候可以录，可以发朋友圈，都可以啊。你们未来也可以学习，这是一首七孔的葫芦丝，但是我今天呢，我用九孔来演奏，七孔也可以学，用 C 调的葫芦丝就可以学啊。这首曲子叫《回忆的忆》，因为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回忆，哎，30岁有他有30岁的回忆，40岁、50岁、60岁，他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和回忆，所以这首曲子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和心情，珍惜现在我们遇到的一切，谢谢。